哪个？这啊，这边这个来了来了！我天，这回该来大的了吧？大家好，今天又出来钓鱼来了。这不到年底了嘛，要送节礼了，出来呢守一下大鲫鱼，给老丈人送过去。今天抱的还有雪啊，目前还没怎么下，一会儿呢可能要冒雪钓鱼，甩一下海竿，守一下明河段这里边的大板鲫。走，找地方去。其实钓鱼啊，不是为了鱼，完全就是为了享受这个过程。制装备也是一个方面啊，我很喜欢摆弄这些装备。插上我的欧式报警器，冬天鱼口轻，基本上就靠它了。还是四乘四啊，打四根海竿。钓鱼王的威震远投3.9米。今天还是用这个 T 字形防缠绕串钩啊，挂红虫。嘿，说到这个红虫了，看到没？我这盒红虫4-5天了，还是非常的新鲜啊。冬天，大家想知道这个红虫在冬天怎么保存吗？帮忙点个赞，评论区留言，我来告诉大家啊。先挂红虫，每个钩上呢穿上个5-6根就行。先往右边打，前方100米，大板鲫，来吧，让铅坠飞一会儿。今天没风啊，非常舒服。挂上摇摆器。这没一会儿下大了呀，这天真好啊，雪中送炭，不是雪中送鱼，今天能上大鱼，赶紧支竿子，来条大的。这个杆子啊，挂的是100克的铅坠，肯定能打出100米啊。火，平常这一块啊人满为患，哎，今天不知道咋的了，整个岸边就我一个人独钓寒江雪呀。这个时候啊非常应景，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哇，我都快成雪人了。这下雪天也不知道游泳鱼啊，都说降温来鲫鱼，估计啊一会儿就来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说逃逃逃就到啊。哇，嘿，有点分量啊，慢点慢点溜，不能让它跑了。竿头挺弯的，有分量，看来今天的这个节礼有望了啊。哎呀，我估计不小。啥玩意儿？我天，这玩意儿1两，这要给我老丈人拿过去，我估计连门都进不去，别说饭桌了。太小太小了，不过呢也算是有收获啊，不空。摘钩，有小就有大，接着来。
下户吧。哎呀，先放一条进去压压户啊，接着来，还朝这个方向，有口就接着来。我靠，这一会儿下了一包子雪。今天能为了出来钓鱼啊，我跟我媳妇儿打了保票，说给老丈人送节礼，送点野生大板鸡。媳妇儿说五点让我赶到老丈人家，我就说呀，这五点去不了，局开口那都是在四点左右，那能去那么早吗？得钓上鱼才能过去啊，要是媳妇儿不让我出来，已经打好保票了，今儿要钓不上鱼，哼，高低给菜市场走一圈。啊，太冷了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第一个。哎呦我天，第二个也响了吗？我有分量啊，看来今天的节礼是没问题了啊，野生大板鸡。哇，有分量，少说也得半斤左右吧，慢慢溜，不着急，可别让鱼跑喽。等了半天来这么一口，来来来，哎呀妈呀，又是他，不会吧，今天真要上点这玩意儿，我真没脸去我老丈人那儿了啊，还打了保票说今天要上半斤一斤的大板鸡。不过这鱼挺漂亮，看背上的颜色，见了没？嘿嘿，有点发绿头，穿肿了吧？这是。哦，蓝头。有点发绿头，太小了啊。半两，有半两吗？有一两。我的天呀！哎呀，我天！我平常上鱼的劲头呢，今儿不灵验了啊。这原来都是大的呀。平常在这一块钓一下午啊，怎么得钓个五六条半斤左右的，今儿奇了怪了。嘿，不信啊，再往里甩一个。哪个？这啊，这边这个来了来了。我天，这回该来大的了吧。这家伙这个杆抛的是最远的啊。哎，有点分量。行行行，哎呦我天，今天光上小鱼，我真没脸去我老丈人那儿了。这个响的挺那啥。哇，我听着了，滴滴滴滴滴滴一直响。行，这条可以。啊，终于不白等啊，来条大的吧。又是小家伙，我的妈呀，这可不行啊！碰见鱼群了，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！不中，收吧，咱。我得给菜市场走一趟了。哎呦我天，看我们今天钓了几条鱼啊，口还不错。军个，军个，这个头，啊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军个。哎呦我天，就三条，不行，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，把鱼给它放了吧，这点鱼对我来说一点用没有，拿着一回线准给揍出来。哇，走吧老弟，收了啊，我得给菜市场走一趟了。朋友们，评论区给我留点面子啊，别说我是买的鱼，就说我钓的，反正老丈人呀也很少看视频，就这吧，今儿没有画面感啊。朋友们，对不起了，太冷了，现在已经刮起了风，我们今天要到这儿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收收收收收。